今天是7月19号，礼拜五。今天还是工作日。我们抵达，昨天很晚才到旅馆，现在是早上的8点多吧。我们现在在昆明站等公交车。来到昆明，我们必须先到一个比较有趣的集市，就是大观转新农贸市场。欢迎来到早市，现在大概快9点吧。鸡鸭鱼肉都有，当然了，海产也有。它是昆明市区人气最高、规模最大的农贸市场。1998年就投入使用了，已经26岁了。对呀，小龙虾。里面有600多个摊位，每天营业20个小时以上。有传统的蔬菜、水果、海鲜摊位，品类丰富。这里是全昆明各类食材最全的集中市场了。现在我们就来打卡豆花米线。好，我们现在正在吃猪肉汤米线。好，照一下。花生的，什么叫花生的？不知道。好，现在正在吃过桥米线，看起来没味吗？不辣的样子。Hello， 我们今天早上现在在一个早市，吃这个豆角米线，他们正吃的津津有味当中。